小毕业生林耀景。耀景老师，今天要干嘛？我想拜访一个学校，一个可以穿越时空的学校。我想参加一场庆典，一场庆祝100岁生日的庆典。出发总要有个方向。走，我们到新竹市南澜国小去。耀景老师，这里我知道，我知道。送你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穿越时光隧道，我们要寻找的就是他啦。哦，是不是好神奇万听？嘿啊嘿啊，我还知道这个校门是在日据时期盖的，当时的校长是一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做渡边浩。哦，观众朋友啊，这一块礼义廉耻的古老匾额现在还挂在南寮国小科任办公室前的穿堂，如果你想看可以去那里拍照留念哦。是不是好复古？嘿呀嘿呀，请不要眨眼睛看，不要眨耳睛听。南寮生日快乐，100岁，南寮百岁生日，邀请您不